大家好，我是 Darren， 我是从事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之前上了 DYI， 开始 DYI 只是有一个概念，不敢什么实行啊。然后我是觉得老师讲的那，所以最简单，不要去做其他的那个 traffic 啊，一大堆东西。我是传统的嘛，所以我要做那个 traffic 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东西要改变的。我就像老师讲的，搬了一个白板放在我的那个 invoicing 的那个 department， 就是出货那一边的。每天他们就要写他们的 sales 是多少 ，cost 是多少，多少要写上来。sales 一天可能是50,000，他们就写上去。我们有几个 customer， 所以这个 customer 如果没有答的，隔天我们就要叫他解释了。所以他们自己会自动自发去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的 forecast 基本上我都收回来了啦。然后有些他们发现到这个月的 sales 会比较少的，他们还会自己 call 去跟 customer 讲，哎，你的 sales 好像很少哦，可以给我多的 BO 吗？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拿 BO 咯。我是这样子做了，我基本上是拿回我的签的 forecast。谢谢。